年期间住宿的蜜的话，我们会准备这个过年的围炉的年菜，那是天然又健康的，像这个他最爱吃的年年有余小鱼干，还有虾子，还有鸡肉，大吉大利的鸡肉跟佛跳墙，都是健康猫咪可以吃的。因应过年的这个气氛，所以我们就是让猫咪住宿的期间，我们会让他们出来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一起打麻将啊，然后吃完年菜可以一起运动啊，让我们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，让猫咪可以活动，然后可以开心的过年，因为他们没办法跟自己的主人一起过年。